看见这里有一堆牛粪，我们捡两块过去烧一下，闻一下有没有味道啊？牛粪怎么会有味道？这是干了的牛粪，你闻一下嘛，也有股草味啊。完全没有味道。好啊好啊好。把这个牛粪饼放去烧，放哪里？放这里。燃了。他在舔什么？曼金，你要不要坐过来？曼金，来，过来一起。嗯，他叫人不行。他怕你活、啊。嗯。他叫人。跟曼金一起在这里取暖。来，曼金，睡过来一点。走累了，生活。有个大块的，看一下燃烧的牛粪是什么样子的。这就是燃烧的牛粪，看到没有？冒烟了。刚刚起火了，你看起火了。嗯。燃烧的牛粪就是这样子。拿高一点，再放下去。哇。起火了，看到没有？嗯。弄过来烤一下，曼金来烤你了，烤你了！你要进城我们的盆中餐了，来。咬了那么大也不能白养啊，烤烤烤，没烤到，这样怎么烤得熟啊？要多烤一会儿。这样子。烤了个串串、啊，他干嘛不来烤啊？曼金，曼金过来。过来算了，烤一会儿走了。哪有你这样拉狗的、啊？肯定要让他过来啊，在这里睡。要跟主人在一起，知道吗？不然怎么是好狗？他想着牛粪是他吃的，你居然把它燃烧了。我好想放。烤得真快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欢迎订阅8090房车环游，一起去看这个世界。